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，比如说横向的跟纵向的，哎，那基本上呢，当然你就要知道说，其实哦，如果要做一个横向哦，那基本上呢，就是当它 i 的值等于5的时候，那纵向的话呢，就是当它 j 的值等于5的时候，哎，那这个地方的话，我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把它背景颜色换一下。那换颜色的话，当然你可以找一下那个，就是网络上面的 WSI School 里面的 HTML 里面都有了哈。那 tag 标签里面呢 ，TD 你可以找一下 TD。TD 如果要变颜色的话呢，它有个标签，就是它的属性叫做 BG Color。那 Color 的话呢，后面就是给它一个字串。这个字串的话呢，一个井开头了，然后后面一定叫 RGB 16进位嘛。那我如果要黄色的话哦，那就是 R， 就是红色加绿色。所以呢，红色全部就 FF， 绿色全部就 FF， 所以四个 F 加两个零。那蓝色没有的话，那基本上哦，这个就是黄色，应该可以看懂吧？这个网页应该最基本的 ，OK， 啊，这应该没问题吧？哦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标签怎么样加到我刚刚的程式里面的话，那该怎么做？啊，刚刚那个程式其实云端上也有哦，在回圈里面，如果你实在找不到，你实在不会写的话。云端上面这边我都有放答案，应该是放到这边上面这里 ，OK， 九九乘法表的部分，哦，这里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如果拿这一段，如果要改的话，怎么改？首先第一个，我可以在Views 里面找到我的九九乘法表，就这一段，哦 ，Nine， 名称这个可以改了，不一定叫 Nine 了，你也可以叫你要九乘这啊算了哈，反正。用中文名称可能我觉得不恰当，你反正你就取一个简单名称。那主要在这里逻辑判断哦，所以这边的话 ，for j 的下方，就是 for i 跟 for j 的下方哦，做一个逻辑判断 ，if 什么呢 ？if 当 i 等于5的时候，那我就怎么样呢？我就做这个事情。反之的话呢，所以 else 做，其实 else 哦。应该就是做这个事情一样的。那如果当什么呢？当 i 等于5哦，做不一样的事情。所以基本上的话，我是把什么，把那个原来的程式放在 else， 然后呢，在这边改一下。那改什么呢？改就是 td 后面呢加上那个这个背景颜色啊。如果你不会，你就参考一下吧，网络上应该都可以搜寻得到哈，在 WSI School 标签里面。找一下，把这个 BG color 等于，那目前的话呢是红色，哦 ，FF 是全部嘛，全部有颜色。那如果我要黄色的话，就是把绿色再加上去，红色配绿色，那就是黄色了，红配绿就黄色 ，OK 哈、哦。然后这样加上去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把它 save 一下。那我们再 run 一下，基本上哈、哦，把这个 run 重新整理一下，哎 ，BG color。哎，这一串不见了，为什么？是不是写错啊？对，哪里了？拖一次元忘了加，有没有？这个啊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了哈、哦，这个没有加的话哈、哦，他可能会错啊。错的原因在哪里？拿右键的检视原始码看一下，它里面的话好像变这样的。OK， 所以他无法解析啊、哦、这一串。那怎么办呢？加一个反斜线之后的话呢，应该都 OK 的哈、哦，就把加反斜线。所以你不加推资源，它也不 OK。好，啊，再让它怎么样？让它再重新再跑，哎，再把它 save 一下，把它储存 ，Ctrl S。然后其他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要改的，好像没有了。OK 哈，然后加一个颜色看 O 不 OK？ 哎，有了。好，所以推资源加一下。那这个时候的话 ，I 已经改了，那 J 的话怎么办呢？哎，其实很简单。如果你连那个 J 也要改的话，那你直接在这个后方怎么样，再空一格加一个 over 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个 Python 还蛮直觉的，就是呢，再把什么呢 J 加上去。所以呢，哎，看砍错键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把它改成 J 啊。如果是 I 等于5，或者是 J 等于5的话，那就帮我怎么样呢？把它底色改过。如果没有，就不要改。OK， 应该可以看懂吧？哦，这些逻辑我觉得还蛮容易的。Python 其实是非常口语化的，哦，所以写 Python 真的跟以前写那个 Java 的
这种感觉就真的不一样啊。写 Python 你应该回不去的，所以哦，如果要写程式，当然可以选，当然就直接选 Python 就好了。没事，应该不会再去写 Java 了。OK， 好，所以哦，把它执行一下。嗯，哎，没有，为什么没有 save 吗？啊，对，这个有个星号，没有 save， Ctrl S。啊，你把它 save 之后的话呢，让它 run 一下，然后呢，它就会哎，这个时候撞一下就 OK 了。啊，所以99乘8表了。如果你要填颜色哦 ，OK， 那至于颜色是什么呢？你可以自己选。所以甚至呢，你也可以怎么样？每一列呢，都给不同颜色，可不可以？也当然也可以啊。那一般我们在输出这个资料库里面的资料啊，通常会什么？可能奇数跟偶数是不同颜色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一题也许你可以改奇数跟偶数啊，可能是黄色啊，奇数是黄色，那偶数可能是另外颜色的话，哎，那你也可以试试看啊，你可以用之前教过的 mod 或什么的话，可以把它稍微九九八换颜色啊，试试看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哦。那这里的话呢，主要就是假设我要做一些判断，当某些资料它的条件发生的时候，然后给它不同的底色，让它做一个醒目的提示的话，哎，那就是利用啊，第一个标签的话就用 BG color 给它一个颜色啊。啊，它后面一定是16进位制的啦，所以总共井号后面会0到 F 嘛，所以前两个第就是 RGB 哈，就红色、绿色、蓝色，啊，以后的话你可以自己再针对这个去做一个调色盘，啊，设定一下就 OK 了哈。那再来的话，其他部分的话，请各位就是再试试看，因为这个部分蛮重要的，尤其是你要输出资料库，啊。